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猪哥游戏解说。现在是2020年2月7号晚上的9:12了。那今天是正月14，明天是元宵节了。红猪哥这里也祝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，身体健康。现在的比赛是刚刚开始，8岁对2P导师小孩曾卓君的比赛，抢十，谁先赢10分，谁就拿比赛胜利了。比赛规则是，赢300，输100。声音比昨天好多了，今天一天没说话。那81的首发依然是选择了大门五郎，这弼马温的一个元宵。做一个竞猜吧，觉得80月第一个币能赢的话，大家可以刷个六啊。这小孩先开胡的话，刷一个9。哎，卖板蓝山，出招晚了。你赌小孩不过5啊？小孩刚刚是赢了阳神啊。多喝红糖水，你在逗我吗？大木狼已经被接收了，现在是双方拼不知火舞。来，这里小孩开 buff 前冲，又是抓了一个头奥匈龙，一次龙眼舞抓中，这里是确认出来一个 max 版的超必杀。对，八岁这里还有机会。好的，稳定，没有选择乱动啊。这里这么乖啊，这次这在对方在板边，你出这招完全就是来送啊。欢迎小七最爱的猫咪啊，晚上好，猫咪来了。段子杨啊，这是在约战打吗？不是。好了，咱们来看接下来的场赛。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的话，你可以点点关注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团。感谢叶落之秋的习惯，小孩打谁都就是小孩。哦呦，危险了，双方血量相差5级， CD 反击没打着，小孩有4颗气， CD 反击，哇哦，我去，超杀被跳飞相杀，小孩啊捡了这一条命啊。这里也是打的第一局都打得这么火花四射，旗鼓相当啊，第一局就打这么激烈，接下来很期待接下来整场比赛的一场比赛了。第一个币就打得这么猛，后面的比赛可想而知，对于这两位玩家大家非常具有期待性了。好了，咱们来看接下来场比赛吧。80的大门五郎再次出战，号称大门月的八神月，这大门今天晚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一些不一样的精彩。觉得这个币80月能开胡的刷一个6，觉得他这个币还是不能开张的话刷一个9。
这套连段会让小孩很受伤，会让小孩很头疼。起，一套死了，晕了，晕了，小孩被干晕了，直接接蓝之山。14连啊，晕点。大母狼现在是越战越勇啊，面对这个不知火舞一毫不畏惧打进攻战，可惜小孩这个小闲料命中了，小孩这里抓住对方没有强反这么一个有利机会，直接上麦克版的超必杀技。哇，这是一招21连的超必杀。小儿目前要用一个八神来灭对方两员大将，感谢口是心非的好运支持。Perfect。 哈，这个大跳过来，八岁已经没有枪反啊！我感谢地马温的气球啊，谢谢地马温的大气球支持，给咱们地马温兄弟呢也刷一个888啊，刷一个888，感谢地马温的大气球。小孩2-0八十月，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的朋友是吧？感谢弼马温的气球，谢谢。比分现在是0-2了，小�孩暂时领先2分。来看看大门月，刚跳起来，对，哎，这里是 counter， 打出破招，连限定了两个头上符。counter 状态下的硬直时间会格外的增加，然后呢，伤害会有一个加成的。小孩圣龙这里八神月的头上符其实天地反没有确认上。好在这里下逼之后前冲再来一个地狱落，稳了稳了，小儿的这里是，哎，对呀、啊、难道说还能给小孩一个翻盘的机会吗？小儿就把气加满了，半偶气状态还有，还没消失。这个疼了，这个疼了，近板边又来一个气满，凉了凉了，大木狼这一个失误给了小孩一个翻身的机会，
大木狼应该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。哎呀，为什么会这种犯这种低级错误？大木狼没听到小正太啊？哎，怎么卡住了？卡住了，谁掉线了？这里，谁掉线了吗？哎呦我去，服务器又卡了，服务器又卡了，兄弟们。好吧，继续开始啊，刚才服务器这边是出现了卡顿啊。我要赞助啊，对不起全世界被你爱啊。赞助比赛，点击我的头像加微信备注赞助比赛。不是我卡了，是你看他们都不动了，现在是这个平台卡了，平台卡了。小孩这里重新上啊，重新上。小孩那边说有点卡，刚刚掉线了。大家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大家晚上好。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的话，你可以点击关注，并且加入咱们的粉丝团啊。好了，这边先暂时不能打了，要重新要建立游戏啊，大家稍等一下。